本实验使用的彩色液晶屏为 1.44 寸的 TFT 液晶屏，它由控制器 ST7735 进行液晶屏的显示控制。在 Clibo C6 套件的电子资源中有该液晶屏的技术手册等信息供参考。这款彩色液晶屏由128×128 点阵构成，像素点尺寸为 0.2×0.2 毫米，可视面积为宽 25.5 毫米，高 26.5 毫米。它共有八个控制管角，背对着液晶屏，从左到右的八个管角依次为复位端 RST、 片选端 CS、 数据指令选择端 DC、 数据输入端 DIN， 也就是 SDA 端、时钟信号输入端 CLK、 正电源端 VCC、 背光控制端 BL、 接地端 GND。这八个管角按电路图所示，与 Arduino 不同管角和电源相连，就实现了硬件的连接。在 Arduino 的控制下，液晶屏就能按照设计者的意愿显示图文了。在液晶屏相关实例的程序一开始，都说明了与 Arduino 相连管角的连接方法。 CS 端连接管角 10，DC 端连接管角 8，RST 端连接管角12等。